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来到 Sunring Studio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张地图。这地图就是，疯狂岛屿的后代。就是继承疯狂岛屿的，也是一个短篇的 CTM 地图，它叫做 Chorus Web。对，这是一个，国外的地图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吧。先来看叔叔阿基莫达啦，这就是他说他那个地图。那这个 Welcome OK， 能不能 use好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首先第一个不要试着踩在玻璃片上，再来呢就是村民会卖给你，可要放在那个村民会卖给你，就是你要放在纪念碑上的东西。好，他说，绿宝石，好多绿宝石啊，好，我有点慌。他就说要吃这个，然后去传送到不同的岛。那我们这一集勒，我们先从左边这里这样咻，绕过来，好了，那我们就先来去这里。看到了吗？没有。刚刚是在那边对吧？所以我不是说要去左边吗？那我就先来这吧。好。OK。然后村民在那儿，我们要怎么上去？它这里好像可以破坏了，不能破坏。好，太棒了！那我要怎么上去？好酷吗？我怎么样才能点到？怎样跟你交易？还是我应该要传上去？这就是哪？这东西是能操控的吗？到哪？反正就狂氪啊，然后看我可不可以氪到。有。没有，有上来了，嗨，你要什么？玻璃瓶，你是女巫哦，那怎么没攻击我？再看一下，书，跳跃药水，书，那我有啊，这是他别的地方。啊，不行哦，好吧，可以吧，可以吗？不行，你还要换什么？岩浆球，我哪来的岩浆球？这里还有皮革什么鬼？对啊，我再看一下。好，我大概懂了。他说，你要去跟，假如你在这个人换到一个玻璃瓶，
然后你可能可以跟别的村民换到他想要的东西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我要去找别的村民，我就要狂刻这个，想办法找到，想办法顺道。Oh my god， 他的日次他不好。我怎么知道我会全都录啊？嗯，新的打有，看一下有什么。要推我啦，哼。好，那你可以换什么？苹果哎 ，Apple， 哎呀不 ，Apple。哦，苹果和药水，对，玻璃瓶先换那小丑。小丑鱼可以换石英砖。我要石英砖干嘛？继续刻。这也可以过去。嗯，我石英砖是不是一个特别的材料？我们来看。拿到石英砖。Check complete collection。石英砖可以放在石英砖上面。啊？那继续刻。我又来了，嗨！石英砖可以放在石英砖上面，我要放在这上面。还是有别的村民想要石英砖？想要石英砖吗？不想去那。嘿，可恶！哦，真的很不会操控这东西。Oh my god！ 对不起，吓到我了。嗯，我不是要来啦。真是的。OK， 哎，这新的，你要什么？蓝色羊毛，香菇，我没有香菇。蓝色羊毛可以换青色羊毛。嗯，哦，羊毛 ，CTM 不是都是要羊毛吗？哎。所以我应该要蓝色羊毛。我记得 CTM 都是要需要羊毛才能破的，青色就是浅蓝色不一样。好，所以我现在有两个羊毛，我们去按按看那个，看我们可不可以解。对了，你刚说你要什么？你要书？我没有书，然后我也没有这个东东。好。哎，死哥！哦，看懂了。那老师呢？我看懂了，他就放在旁边那里。我去，嗯，哎呦呦呦呦，过来。对啦，新砖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先放在这羊毛，这个不能放哦，羊毛。哦，好，我懂了，我们要拿到这些东西啊，呵呵，我懂了，那其实蓝色羊毛不用了。哦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完成了两个哎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就继续顺顺看吧。哦，干嘛啦？这个你可以换冰，冰冰凉凉大西瓜 ，snow 雪。放车哦，这个就是要放在那边的。好，我懂。嗯，我过不去。嘿呀，再次。嘿呀，有。嗯，海灵惊喜。